继续来关心嘉义市的消息。受到连日豪雨的影响，嘉义市虽然不是主要的农业山区，所也传出农损的灾情，以及稻作倒伏上大宗、水稻腐烂、提早发水和农民救苦。嘉义市长涂新体十八号亲自到大溪厝来现勘，答应会尽力向农委会来争取，把嘉义市也列入农损现金救助的地区。江宜市长涂新体在农林畜牧科科长黄文贤的陪同之下，亲自到江宜市种植稻米的主要产地大溪厝来勘灾。农民看到市长，忍不住叫苦，因为部分的一级稻作还未成熟或者是收割。梅雨方面，却予江宜市区已经连续几啊天拢落大雨。看到将要收成的稻谷泡伫咧水底，渐渐的烂去，真正是要哭无目屎。市长涂新体嘛，当场强调，伊绝对会和农民徛斗阵，全力向中央来争取农损救助地区的补助。我们会用一个符合农委会帮忙补助的方法，来得到中央最多补助。嘉义市发生一些我们农田、农作物的损害，中央当然责无旁贷要来帮忙。那如果说不符合中央的，所谓的补助的部分，我们地方再想办法来自己来解决。所以这个部分啊，我们今天特别来看。江宜市种植稻米的面积大约730公顷，目前收割大约43%。截至顶礼拜，一期稻作损害面积大约有6.25公顷，损失的金额大约是625,000元。因为气候依然无稳定，后续可能发生这稻啊发芽的灾情，会持续地透过着农事小组和李干事来协助统计，同时向农委会通报灾情，嘛提醒农民如果有受害情形，应该要赶紧来联络着村里干事或者是向区公所来通报，同时将相片摄下来留存证据，以免因为已经收割来造成争议。最新新闻，中国民用小三加二次彩虹报道。